盘点四双可折叠易收纳颜值高，既可以在家里使用，也可以带出去露营的筷子。第一款雪峰核武器，来自户外界的劳斯莱斯雪峰，竹子、黄铜和不锈钢的拼接非常的好看。收纳的时候，你只需要把它头部拧下来，把尾端的开口打开，可以很完美的收纳起来。不仅方便携带，而且非常的干净卫生。它还送了你一个编织袋，你可以把筷子收纳进去，挂在脖子上或者吊在哪里，想去哪儿蹭饭就去哪儿蹭饭。是一双非常精致且豪华的筷子，但是呢，要278块钱。第二款来自非常优秀的国货户外厂牌挪克，它也送了你一个皮革的收纳套，你只需要把它抽出来，再反过来插上，就完美的安装好了。底部呢是非常好看的黑胡桃木。那我感觉国产的这一款呢，反而更加的方便实用，一拔一插就可以了，不用拧来拧去，而且声音也非常的好听。是不是非常的好听？价格只要39块钱，相比起来我觉得非常的良心。第三款 Uniflame 的彩色树脂筷，来自日本老字号的户外炊具厂牌，它并不是用塑料来做的，而是用树脂，相对来讲会非常的环保和卫生，颜色也很多，非常的好看，女生应该会很喜欢。但是缺点就是不能接触明火，110度以上的高温就会化掉，所以呢不太适合烹饪。顶部还有一个防止弄丢的小锁扣设计，非常的贴心啊。价格是69块钱一双，我觉得送给女生也是一个不错的小礼物。第四款火风的山野太快，来自国内非常知名的户外炊具厂牌火风。这个筷子非常的特别，它是由不锈钢拼接钛金属，所以呢它的重量非常的轻。因为它是一款一体的筷子，虽然不能折叠呢，但是它整个稳定性非常好，非常的耐造。像我之前介绍的几款筷子，你是不敢这样直接掰的，头部是圆的，背面呢是方的，象征着天圆地方的中华文化。它的顶部呢也是做了微微隆起的这种美学的设计，我觉得这种小细节都是非常好看的。钛还有一个隐藏的玩法，我们可以利用钛遇高温会变色的原理，烧制出一双独一无二的属于你自己的筷子。69块钱一双，但它毕竟是钛的筷子，所以会稍微贵一些，也是我非常推荐的一双。看了这么多筷子，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双呢？评论区告诉我。情人节快到了，不妨送他一个筷子，寓意成双成对，两个人开开心心的一起去露营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